谈媳妇儿，是不是？还有他的两个姐妹啊，三姐妹，像不像双胞胎？差了几岁，但是很像双胞胎。带他们去吃大餐，去河内跨年，好不好 ？OK。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吃什么 ？Andy。Andy。海鲜。OK OK。哎，海鲜去哪里吃？我们去吃自助餐吧。去河内最大的自助餐餐厅去吃自助餐，大家看看我们那个自助餐的餐厅大不大，好不好？然后去首都黄建湖跨年，河内跨年非常热闹，今天还请了几十个越南的明星，我们去看越南明星好不好？好的。看是越南明星帅还是中国明星漂亮，好不好？我还没见过越南明星呢，今天听说出场费都1亿啊，那些越南明星，5亿的，看看他们表演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先去吃东西，走起。走起。走起。明星。好，走，出发。还有一个小拖油瓶，大家猜猜这个是谁？你好。你好。先坐了，出发了，还跟妈妈报备一下。有，哎，我怎么感觉少一个人啊？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忘记了，阿叔没忙到。我们终于找到一家可以吃的了，刚刚找了3家，都不行。家人们，你们来河内的话，过节一定要提前预定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5点。然后我们打电话预定了，都说客满了，这一家生意没那么好，但是要6点钟才开门。我们现在上去，好不好？上去上面等。好的。然后二妹的话也准备给那个依依一起学中文呢。对。还有三妹的话，她爸爸也想他们一起学中文，学中文啊。好。那上去吧。来，电梯来了，好期待！等一下去看那个明星啊，云云啊，1亿的出场啊！家人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1亿出场费，在那个黄建湖那里，有些要3亿、5亿，哇，这个出场费太高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变成明星也出场费？对，到了，现在都布置成圣诞节的这种感觉了。这一家也挺大的，自助餐也很大，但是还是没有那些大。他们还刚刚上班，在开会。我们作为第一波客人，就住这里吗？这里好看一点。啊，他们有奖励啊！不要，等一下，每个人发一个。要奖励，每个人发一个，没问题。这个不是自助餐吗？是火锅吗？是自助餐。是什么？海鲜的。海鲜啊！走去看一下。海鲜多一个。OK， 去看一下。哇，我们第一桌可以选多了耶。走，去看一下。海鲜的，家人们，自助餐有些什么？哇，这家虽然说没那么大，但是这里海鲜新鲜呢。哇，还有帝王蟹，哇，好多啊，虾。这里多少钱一个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最贵的都是150块吧。150块就是150人民币一个人，家人们，这么多。但这边海鲜还是没那家最大的大。那边什么都有，这边有螃蟹什么的，可以。现在开始准备了，还有虾。我们来的太早了，现在他们才要开始了，赶着来。对。你看这边还有广东菜啊。哎，还广东菜耶。对。这个自助餐里面第一次看到广东菜，适合我的口味清淡。还有火锅、烤肉、海鲜都有。哇哦。我饿了，先拿点吃。吃的还是蛮多的，它这边都是很热的。
还有火锅，好的小吃啊，一排一排的。是吧，家人们，看看，我最喜欢吃这个生蚝的，来，海鲜大餐，五个人多少钱一个人？有没有说啊？40万才120块，但是这家虽然小，但是海鲜比较多，感觉，而且比较新鲜，比那家大的啊。安妮，安妮，啊。姐姐在服务弟弟，呵呵，把弟弟剥，大家在剥，剥一个圆圆，剥一个皮皮虾，那你辛苦了。啊，是的，啊啊，对，呵呵，还有壳的，小心点。弟弟在剥虾，我们很快就把这一桌干完了，家人们，呵呵，好能吃啊，一堆垃圾了，好能吃啊，感觉。等了一个小时了。我们也饿了，今天没吃什么，刚好。空着肚子来吃自助餐，我一天没吃东西了。三妹好喜欢吃这个生蚝的那个芝士的，这个芝士是加了那个蛋的。又点了一些，刚刚那一桌吃完了。哎，这个能吃吗？这个不是福寿螺吗？能吃吗？能吃啊。这个是螺螺过的螺。他们在吃这个。生鱼片，二妹，三妹也会吃啊，三妹也会吃啊，厉害耶，厉害，吃这么开心啊，三妹狗，狗，狗啊，你这个，啊，他懂狗的意思，厉害耶，喝了什么？喝水，他的口水。你们还吃啊，这么能吃啊，又吃火锅，我去，厉害厉害。现在去买单了，多少钱啊，月月？2.3。230万。啊、大概是600多块钱。四个人一个小孩。对，600块钱，家人们觉得贵吗？海鲜大餐。现在买完单去环界湖玩。走起，走起！去看明星看不到了，家人们不给进去了，里面太多人了，怕发生踩踏事件，对吧？完蛋了！完蛋了，进不去了。你看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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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来玩啊？啊，我们来玩，我们来玩。进不去了，他不给进了。啊，我有关注你，关注我，谢谢，谢谢。进不去，他现在他不给进了，里面太多人了。那边能绕过去吗？那也不行，我们绕了很多了。他说有票，要有票，没票买不到票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回去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拜拜。嗯、我们回家了，没看到明星几个亿的。今天不给进去，里面怕发生踩踏事件，可惜了，对吧？看到人。人山人海啊，我们打算6点去玩，8点回来，结果堵在路上堵了几个小时。现在10点了，准备跟大家跨年了。对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在这里了。哦，要去接小苹果了，家人们。是的。我们现在去接小苹果，然后再播一会儿，好吧？拜拜。拜拜。口号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拜拜，大家记得点关注点赞哦，拜拜。